Yo， 大家好，今次呢条片想同大家讲就係反黑啊，恭喜晒反黑台前幕后嘅班底，恭喜你哋成为咗首套华人劇集係可以登上呢个 Netflix 嘅平台嘅。最重要就係恭喜晒张建升饰演嘅招积角色终于可以冲出香港迈向国际 International， 大家可以一起呢就在这个2月5号呢就见证这个奇迹的。那我相信大家对于 Netflix 应该都不是太陌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在 Netflix 这个平台呢就追美国的剧集啊，you know， 卡通啊，甚至啲韩剧都在 Netflix 那里看到的。如果镜头前面的你对于 Netflix 不是太熟悉呢，不要紧，我会在下面 description 呢跟大家讲的 Netflix 是一个什么的平台，同埋最重要就是大家应该选择哪一个 plan 去一起去 you know, be a part of Netflix， 同埋最重要就是继续支持本地制作反黑 you know， 那反黑第一季呢30集为一套的，那它整个 full episode is gonna be on Netflix， alright， and you know please leave your comment below， let me know what do you guys think about Netflix， 同埋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同我分享下究竟你哋对于反黑呢套剧有乜嘢感受，有乜嘢感觉，系啦，咁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张建升，同埋继续支持香港本土制作嘅剧集同埋电影 ，you know，and I'm gonna see you guys in next video，peace。